八一再分爆米花。这个就发财，这个就发财。我给你上个花彩。行吗？行吗？谢谢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哎，你不想发财吗？不想发财。好的好的，可以，这会儿可以多看一会儿八一，但是我一会儿还要去跟着微微。还要吃吗？吃，补点体力。哎，我手都抬不起来。红色的，去八一，去八一。八一好淡定，好可怕呀！我的妈呀！哦，我旁边看着都心惊胆战的。啊，那这个红的就是八一，红的伸手的这个就是八一。真的，这帽子居然不会飞。小助理。八一好嗨啊！第二次看到这里，这里，这个栏杆行吗？再正直一点。请勿随意解开你的安全带，请勿将您的手脚伸出设备以外。我们的战车上有两个按钮，红色按钮为枪炮声音，绿色按钮为控制升降。哎，我的妈呀！这个，什么东西？过山车还是什么？哎，我的耳朵呀！马上看到微微了，离远一点。微微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哎，好嘞。好，张妈。请上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找到自己喜欢的马匹。一匹马只能坐一个人，在我们转马的过程中，没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，注意保管好您随身携带的物品。体验过程中，请不要随意的下马下车，也不要在转马上随便走动和改变您的坐姿。哎呀，挤挤。阿姨，对的，是的呀，人家不肯站。这个好帅，对，他这个好小。但你会这样在恐慌这样。后面还有剩位的牌，乖乖乖。这样，你们两个都往后坐，我往前坐。哦，这样，我感觉了，要不我坐中间吧？一会儿往前坐，好像差不多。我坐中间，我人小啊，都人小，都小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上了上了上。大一太清秀了。刚刚在那边坐的时候，坐那个熊大那个熊大那个头那个座位，有个男的说明明是两个女的，有人说两个男的，看这个笑死了。我记得在那个花中间，那边有花。
扶手，我们的转马即将开始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抓着那个杆子救人家耳朵干嘛？那叫扶手。哎，不要这么虐待人家。我哪有虐待？就有。阿姨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你好可爱。你看白救人家小马耳朵，小微微。待会儿这个不上。倒坐还是有一点点晕的。嗯，好晕。哎，好晕。微微。哇，好看！哎，这样好看。木马好玩呀，当然好玩了呀。哎呀，开始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晕了。哎呀，你闭上眼吧，没事，你闭上眼睛歇会儿。我操，晕了。我一直盯着这儿，所以我还好。你别晕啊。不能，我盯着手机，盯着不动还行。不然你晕了吧？恶心了。我闭眼应该会不晕吧？那你歇会儿，歇会儿，你不能晕。是是这个呢，这个车会。是吧？不是，是倒坐。倒着坐。我们是反，你们是正。你看着都晕了。没有，我来是我容易，我容易你那个，我来对我容易，我没办法接电话呀。这没有那个。哎，他那个跟你这样的，你要把这个头发给脏起来。就得需要一个自己。只要我心不动，我就不会晕。啊，就拍了这两下，我都痛了，宝弟，因为你要接话了，我挂了。玩吧。无线网，无线网络。你别把它拉住了。魏总也没给我开工资，我先忘了你要什么时间给我。我先忘了是鲁豫姐。我今天是你的第一次，明天想继续看微微和八一的，或者想看其他的小哥哥小姐姐的，给我们的白白，给我们的主播点个关注，多点点赞，不然的话明天错过了怎么办？刷不到了怎么办？我已经给你讲了，我已经讲了，来一圈结束，也不过也不过哪一个？上班。你听到了什么？哎，从哪下的？哎，我这手机都要凑到我脸上了，我脸都要瞎了。明天要重新买票的呀，门票应该只能缓一天吧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套票什么东西的，不太知道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Didn't he blow my mind?是的，两个小朋友。